大少老李啊嘛，真正好笑，做咩？安尼无？我要讲大少就去叫伊消灭个呀！大少老李，伊阁无来啊？好嘛，两百二啊嘛，对吧？真真个尔，安无？你排到迄个乌鸦湾啊？来，收起来。来，谢谢，谢谢。扛起来。好，来多一箱。你想买个无？无今日个也是。有。敢无啊？有。今日是三块几箱。一箱啊。看有看有一箱。哎，最后一块，你想买几啊？我上。大家最后边啊。无。大家上讲要食雪梨的拢无啊？啊，敢是最后一箱？哎，最后一箱。你若看我搁坐这大地雪梨起来，免钱我送你，贵个袂了了。来要食雪梨，大地吹了，就最退钱五百上面，五百块。五百，来要食无？这一地五百，两地五百，三地你这地搁十二来，先加钱，这地搁你五地啊，唔免看啊，五百块了，十四买袂着啊。五百只。一地两地三地，我无啊，你一手尔。你若搁无买算，我无算你，你买啊。你爸爸了。三四五，五百块要食鳕鱼咯。哎，他伫咧咩无？我三个啊。五百块有咩来无？看人要买三百个无？有人要买三百，我算你大地袂了啦。三百够要食无？最后啦，最后两百就好啦，无啊，两百还要来啊？最后一个，这家小阿啥要来？最后这两个拜托你啦，拢无啊，两百我不要。算你抢标标。啊，这这边就当吃啊，来这边吃两百了。这港式凤爪，一包百块，两包三百，三包二四包二两百公。个人要吃港式凤爪哦，这这边吃吃拢免煮哦。好，请好请。来这边，一包两包三包四，哎，最后就是百块。最后就是百块上面港式凤爪没有了，一百块。这两包我小心啊，无一百块俩。快当消消，一百块了。好请啊。谢谢大哥。
服务。来，陈经理啊！来，给他做出旅游吧。来，我爸的红包，我爸的。我感觉每次都收你的哦，直接帮我开钱。这啥物恁知哦？我最近我真正望良心来讲，我这真正最近做了足好个事。这当个你都唔免出客人啊，物件恁当啊菜刀无菜刀，你用加刀。你无你煮菜食便当，你嘛会当变加刀啊加几下哩，恁再搬切冰，一块一块加加加就当食，这叫冰棍。你会当即食，你会当搵三项物件，第一搵白醋，第二你甲搵啥，你再搵乌米酒，第三你又食啥，你甲搵瓦沙米糕啊赞。这啦海山毒，很贵，其实切落就是鱼啊白啊来，鱼啊白加鱼啊白偌济。你唔免煮，啊你若要煮啊，我来加。这啊透嘞，你加加落去做三杯，有够好食，三杯。哦，迄足侪人家，我诶人家煮煮诶煮三分哦，翕相铺去我诶网站互人看哦，做三分嘛，多者，啊，这是毋免煮诶物件，伊这熟诶，甲你浸冰水，甲你做真空，你搁冰棍，好啦。即两只凊彩外口切起，一直啊五六百块，这名好笑，我讲诶，这拢是事实。来，你要食冰棍，先提钱诶，先名三百，上面一个三百块就好了。三百块，你也提三百，我即阵卖袂过送你啊，你真正买袂着，来三百块上面食冰泉诶，三百块。来冰棍上面一个三百，落三百块，一个人可以拼钱，即拢免煮，加加落当食啊。三百块，冰泉上面一个三百，落三百块，一个人可以三百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再继续聊。哎，加油！最近比较好，今天也无半下日，这免煮啦，这切一个温，这个五米酒，有够切，有够甜。我一尾卖你更加，应该是你公布啊。五个老板买了啊，三百了。来三百块上面吃冰棍，三百块。我一尾卖到中间讲了，免阁看了。来三百上面吃冰棍，三百块上面吃冰泉的三百。哎、欸，我今天最近冰泉好了，是讲抢到你了没？阿成哥，真是啊！我最近冰泉，逐工我都安那买，逐工看拢抢到了。下下无你买两只上去食看卖好无？百五就好无？现在三十几万了，百五食看卖好无？百五要食看卖无？你著真正买袂过，你买百五食看卖，这拢免煮啊，这切切来当食啊，真正 Q 啊！百五拢有啊，后盘我要食只，百五个要食哦，冰棍啊！拢有啊哈，阿姐你出，这边这边，好我这边，你讲这个，这个我这个，我这个给钱啊，我钱最近这啊，花来拢无人买来钱啊，你这样话我那个贵的，我你吃不掉，三百只银钱啊，两包啊，两包。在我地方交易吃到真正够好吃，我伫自助餐吃到，结果我一条行情百三加百三或者两百就好啊，这条搁送你，你先给钱，我不爱搁啰嗦，一条搁你四条啊，两百上面吃，对啊，真正好吃啊，好啊，无啊，最后一个，也拢啊，咪今日到这伊个关系个啊，最后一个两百上面吃，很强啊，这大条真正香啊，你尝看卖啦，两百搁有买来无？好啊，无啊，一百块啦，无买买一百。好啊，好啊。一百，无啊，一百块上买来啦。一百个人要吃银香的无？有人要吃这无？好，够人要箱啊？箱啊，人要箱啊无？没有，买一箱我买三。我今日来一百，我箱啊，恁敢得咯？哎，银香个是挺好办。够人要吃葱抓饼？这一包八袋啊。啊！这葱仔饼在背地上咧，这同个手工啊，同个蒸笼就好啊。你无加笼嘛，做好食啊。蒸笼三四五，五个人客三百五百块，背地葱抓饼手工啊，一百笼，一百块，一个人两三，一百块一百块就好啊，一百。葱抓饼一百上面啊，一百块。一百块无啊？阿姐。葱仔饼一百块尔。阿姐。一百块要食葱抓饼的无？你接受不？还要几个？我自从我来拜拜，你唔免多麻烦啦。来，拢结束。来，第几瓶？过啥物要来？五八，谢谢啊。水清了了，五八谢谢。这上面怎么？来，先来，睇下谢谢。上面食五八。来，先认真了。
想要吃1000块啊，现在牛排够贵的哦，我无爱好吃哦，1000块上面吃，搁加一个认真牛排上面吃，这顿下要煎了给我骂吃哦，1000块上面吃，1000块，搁一个了，1000块啊，1000块够人要吃无？我是绍兴最香，再搁送你啊，再过年啊，三个人加好啊，上面吃牛排1000块，1000块上面吃1000块。对对，谢谢。明天做个生意，什么都跑了呀！来呀，两块六啊，两块六啊，1000块上面就五百，1000块上面就，这五百算些啦。哎，不要！你村里还卖了吗？没有。我还讲人家，你唔能够考虑了呀！啊，今麦真正什么物件拢作贵。没有。哇，你俗家真正你碰无第二单，哎呀，再过年你卖去看，最后一个楼啊，最近疫情真正无好做。1000块啊，真正要俗过年啦，1000块啦，1000块啦，没有了啦。你要吃甜虾无？想要吃甜虾，手摇摇，干嘛要吃甜虾？龙门柱退兵了，让吃干嘛要吃甜虾？你甜虾我白吃去，恁表恁吃一个甜虾。龙门柱啊，还要给我准备三下了。他说用这套了就好，安尼套了都免熟，套了安尼就好，安尼就好，安尼就好。啊，我来讲，女神牌甜虾，龙门柱退兵吃一下就好。但我见到啊，拢卖啰嗦，你相信我了啊，拢免住啊，你相信我一次，吃咱的甜虾看有甜无？你莫看这细只，这甜虾什么就是啊，你莫感觉这做细只嘞。甜虾啊，这拢免住啊，这细个啊，这退兵来当吃啊。来啊，你要吃甜虾，我来讲啊，全部三个加钱好啊，第四个你也卖去啊。我全部人给气着，我保证全台湾这破盘价啊，你绝对买无这个计较呀。三个加钱，上升加钱的证明啊，卖500、800啦。200块好了，200块好了，来，平均200块好了，来200块好了，等下退兵。